宝贝，你去哪里了？是不是跟妈妈躲猫猫呢？你在干嘛呢？有什么好玩的？跟妈妈看看好不好？我是一颗牙、两颗牙，还是三颗牙、四颗牙？要干嘛呀？杨少？没事，没事，明天晚上行不行？我要找妈妈呀。没找妈妈，现在晚上找奶奶呀。不找妈妈就行。我就想对我的孩子说，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我们早点能够重聚吧，大家都会好的。